这个国家地区的类别，等于是说我要把它变成两个栏位，这样子的话，我到时候就可以分析哪一周进口依赖表现是怎么样，也可以分析哪一个国家进口依赖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所有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里面以周别来说，当然各位知道说有亚洲，好，有欧洲，有非洲，然后大洋洲，还有他刻意把就是美洲分成北美洲，北美洲，我输入一个字，洲，他刻意把它分成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好，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按照它的这种区分方式来区分，但是它还有一个地区，它除了洲以外，它叫做中东。所以，我这时候我们就来去想说，我希望说它在地区有这些洲跟中东，以及另外一个栏就是放全部的国家。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现在我想要先去做类别的划分，先把地区跟国家先分开。我先只分州别的地区与国家。我的习惯是用逗号来做区隔，所以我就会希望说，在亚洲的亚前面增加一个逗号。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说，像这个，它就留在左边。然后，这个亚洲它就会被切到右边去，变成另外一栏。到时候我再把这边如果州全部都产生到另外一栏，我再把它搬到前面来，去做向下的填满就好了。所以怎么做这件事情？首先，我要去针对国家地区做取代。好，我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亚洲前面加逗号，那个欧洲前面加逗号。好，所以来去做取代。这边我们要做9个取代哦，8个州一个中东，所以滑鼠右键点选取代值。然后亚洲，然后取代为逗号亚洲，确定。那有亚洲，当然还要复制，当然继续做取代值，还有欧洲。变成逗号欧洲，然后取代值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对不起，非洲，逗号非洲，确定。然后还有大洋洲，滑鼠右键取代值，这大概是我想到比较快的方法。确定。然后北，等一下，我查询一下州。洲还有什么洲？中美洲、北美洲、南美洲，好，还有3个洲。滑鼠右键取代值北美洲。
复制。逗号贴上，确定。取代值，北美洲完毕，就是中美洲。变成逗号中美洲，然后最后一个是转换，取代值南美洲。逗号取代为逗号南美洲，还有一个中东，滑鼠右键点选国家地区，取代值中东。变成逗号中东，确定。好了，其实你再一次的检查一下，就是这个名称里面有逗号的，或者是这样，总共有八个了。然后或者是你去检查州这个字，是不是都有这个逗号？当然还要再加一个中东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用逗号来做分割，把它变成两栏。好，滑鼠右键，然后分割资料行。用滑鼠右键点选国家地区，然后进行分割资料行里面的一分隔符号。那它当然自动会判断里面的符号就是这个逗号，我刻意加进去的。然后我是从左边开始有的分隔符号，确定。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往下来去观看一下亚洲。好，我想这都没有问题。重点是向下填满，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要填亚洲？没错。好，然后下面一点点，香港是不是这边也要填亚洲？好，以此类推。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看到伊朗？确实是在中东啊。好，所以我们现在，而且它这边都已经有这个 NUR， 好，所以啊，我们就直接点这一栏进行填满向下。那这里面如果是空值，就可以把它全部都删掉了。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国家地区，只要勾选这个国家地区，然后载入更多，点选，把那个空白点一下，把它取消掉，这个空白取消掉，确定。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资料。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资料大致上就把从原本一栏现在变成两栏，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州地区，所以请把这个重新命名，请把这一个亚洲这一栏重新命名为地区别，好，地区。别，然后请把地区别移动到前面一栏，好，移动在这里，滑鼠右键点选移动左方，那当然这个就变成叫国家，好，所以请把这个国家重新命名，后面
这些字都可以拿掉。原则上，这个资料才是我们要拿过来来去做运算的一个资料分析的一个资料整理。所以呢，所以我们大致上先讲到这个地方，因为这边资料清理大致上已经做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直接点选常用底下的关闭并载入。那我们可以拿这样子的资料呢，来去做一个数据分析，就可以做数据分析了。像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图，就是说这边有很多个那个地区别，那我们来去看哪一个地区别对我们的进口的影响是什么。好，我现在要比的是到底这个主类货品都是植物产品，可是这个是主类的值，这个是子类的这个值，不可以并在一起算，如果并在一起算就变成重复在做计算。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筛选，我们先算很单纯的，就是说主类货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去载入更多，然后请把全选拿掉，只留 new， 这就是那些主类，这样子的比较才是合理的比较。好，那我现在呢，我们就来去观看，我现在先常用底下关闭并载入，我现在呢，我就可以来去算各地区别的主类主要类别货品的一个比较。好，当然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就用插入枢纽分析表确定。这个活页不查询的视窗我就先关掉了。好，我说我要做亚洲地区别，这个地区别，所以请把地区别搬到这个列，其实你打勾也可以了。接下来当就是这个值，这些值的加总，好，其实就是各州它的一个进口的一个依赖。例如说，我们有那个时间别嘛，时间别就是统计期，我就比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就好了，所以我先把统计期搬到蓝，不要这么多个时间的比，所以我改成我只要最后面110年1月到5月，然后我要去画一张图，我们就用推荐的图，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说，如果是以周别来去做比较，因为毕竟这是资料表嘛，这是一张图。好，我并不打算在分析这边花太多的时间，因为你要记住，就是我们的课是锁定在所谓的资料清理，